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攻略战役狂潮第六关，全是用自动满分打法，满收益奖励无尽行动，带六天活动崩坏星穹铁道，给大家带来战役狂潮第六关无尽行动的一个全自动全适用打法。第六关的 buff 选择联动激励还有联机征服，角色选择除了银之的另外四个适用角色站位随意，这里可以看一下适用角色的信息，如果你的角色比这个适用角色练度高的话，就用你自己的角色，然后咱们开始战斗，右上角全自动挂机就可以通关了。如果你用自己的角色练度比较高的话，能拿到 SS 评分，但是奖励是一样的。全部用试用角色的话，最终会剩余一回合左右，不管是一回合还是零回合，都是 S 评分，都可以拿满奖励。过完这个最后一关，这个活动就结束了，记得领取一下奖励。